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恩利，是 Dare Space 艺创社的创始人，也是 Dare's 娃娃和 TNE 中性彩妆的创始人兼主理人。很高兴可以在微博和大家见面。之前我看到妈妈每个妹妹的娃娃都是身材姣好、金发碧眼的漂亮娃娃，我就在想，如果到了青春期，大家就会发觉这个完美的 Barbie， 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。可能会有人去说你的腿要长，你的腰要细，还要求你们要说话有礼貌，要听话。总觉得社会一直在要求人们达到一个遥不可及的完美，所以我想创造一个不完美即是完美的娃娃。今天你们听到很多歌都是我的儿子恩利写的。刚刚的 Star Map 也是他的在十四五岁的时候的作品。我也想说，儿子，你是妈妈的骄傲。拍片、绘画、音乐、时尚等等，其实有很多，很难用一句话去形容。日常我就其实蛮喜欢搭配的吧，我觉得服装是就是穿载在人体上的艺术，所以我对服装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爱好，然后也是对服装设计很有兴趣。在完成电影学业的同时，我也想要继续探索对服装设计这个专业的爱好，也希望自己可以设计服装。其实从几年就有开始玩乐器，我会弹钢琴、吉他，然后也会尝试自己写歌，也不断的在音乐这方面探索。我自己的一些词曲创作的作品也将在八月底跟大家见面，也是我打磨了比较久的一些作品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二三，还是直接是？我买六十。生气。你们两个在干嘛？是我来好大。完了，已经，性感的，哇，真的气死。